Hello， 谢谢旺仔送的杜鹃花。Hello， 龙骑士。Hello， 天天。谢谢旺仔送的兵器。谢谢台东阿美。Hello， 台东阿美族。Hello， 龙骑士。Hello， 小贤。Hello， 土地公。草莓酱安安，宇智波阳安安，阿爸安安，晚上好啊。Dan， 晚上好。七七独家安安。GB 晚上好啊，卡拉晚上好啊 ，Sky 晚上好啊，慧香安安，喜俊安安。这样，我可能不太适合这首歌，可恶。陈恩安安，屈原安安，嗯，念 Jeff 吗？不太会念的名字，安安一针推，谢谢阿爸送的花，谢谢夏贤送的爱心。无畏乎安安，嗯，是七七啊，没框到，觉得抱歉。Tomo， 谢谢你的枫叶。安安七二，是念准准吗？哦，谢谢宇智波阳送的泡泡，欸，这个好可爱啊，人气泡泡。谢谢，这是念准吗？它三点水，我不会念的。谢谢你送的为你守候。虫好吃吗？不好吃啊，恶心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讲完你再聊好，免得大家一定会一直问虫虫。我觉得我们中间再聊，因为我觉得到直播中间一定还会很多人问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再聊，免得我要讲太多次。这一集都是虫虫。Jolila， 谢谢你送的现在的阳光。国树安安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说它有什么味道。公蛋安安，雅璇安安，太可怕！谢谢龙骑士送的人气的招牌啊，好可爱！谢谢草莓奖送的拍手，谢谢龙骑士的阳光，谢谢台东阿美族的阳光，耶！草地吃的很开心，对啊，超可怕的。Lolly 安安，谢谢公大送的彩蝶飞什么一飞，太快了，而且那个怎么什么样的感觉？谢谢七七乳家送的为你守候，他太那个了，有感觉了。谢谢阿爸送的那个为你守候嘛。哇，我要新增我的罐头，哇，我要。那个，谢谢魔兽的大声说爱你。我要弄一个罐头叫做想死吗？然后我要里面的内容是七七用小拳拳揍你，好可爱。谢谢嘉豪送的枫叶，虫虫好吃，你吃过没？那不好吃。安安北原神推，赖赖安安，祥硕安安，杨杰安安。Molly 安安，谢谢与你同在的 love you as love， 想被琪琪走，突破吃虫关卡太可怕了。铁牛安安，咪友安安，明天要上班不能去买卡贝。那个明天的麦卡贝它有开放入场，好像是在九点半还是九点，然后在综合的。中正纪念堂还是国父纪念馆？国父纪念馆吧。对，太多了，忘记了，想不起来啊。反正那个地方开放入场，然后十点开始节目，然后我们是表演嘉宾。啊，对，是综合还是永和？我忘不记得了。我每次这两个东西都会搞混，就说你在哪？怎么你是综合还是永和这样？
是永和的是吧？永和的国父纪念馆，谢谢你与同在为你守候。综合总会有那个、啊，天哪，我好白痴哦。饶君安安，综合吗？应该是永和啦，应该是永和，我可能记错了。我这两个地方都会搞错，只差一条路没差，是哦，这么近啊！返营的路上，赶快看看啊！真的吗？加油，加油！你念中对不对？加油！平平安安，干旱，谢谢你的阳光。永和，永和的国父纪念馆，口语巧克力，对啊，几公斤？77公斤。安安米酒，云爵，你要回家了吗？云爵，中永和之歌是什么啊？没有哎、欸。我不会唱啊，这是什么？好酷！唯爱，谢谢你送的枫叶。安安高桥城，唯宇，谢谢你的杜鹃花。边吃和牛边看我，哎、欸，你也太酷了，太爽了，好好哦。直播辛苦了，你是说上次的那个吗？蒙大说想被我揍。天马七七拳，北斗七七拳，一拳七七，一拳超人兵，一拳七七，太好笑了。谢谢平平的 love you， thank you， you love you， 平平。给你一点时间，好。谢谢无尾狐送的偷偷喜欢你。谢谢北人神天送的好多的杜鹃花，现在是流行送杜鹃花吗？开始考虑民间冲国曲，真的吗？会把和牛当蚕蛹怒吃，勇往直，好恶心啊、哦！母汤，这几天要去国外，不能看雨晴直播。雨薇你要去哪里？雷要去哪呀？谢谢雨薇送的杜鹃花。想跳这首啊，蛮想的，因为我很喜欢 UK， 我还蛮喜欢那种比较性感的成员们，这样讲吧，我也很喜欢娘娘，然后我对于这种歌就是蛮喜欢，想走那种路线，可是我可能身材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好。谢谢台东阿美族的拍手，掌声鼓励就是拍手。嘿呀，熊对夹气球那段心对大家都笑翻，不是因为那个气球呢真的很大颗，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气球至少这么大颗吧，15公分这样子，那个一定有45公分这么长，然后宽一定有30公分，就它有一个这么大颗的气球，然后因为其实我还蛮怕气球在我身边爆炸的，然后我就没想过我们会夹，因为我们有大概知道好像会有夹气球的桥段，可是不知道是这么大颗的气球，然后有点尴尬，是因为我们后面这对蛮吃亏的，因为前面那对就是熊队已经把大气球几乎都爆光了，然后我又不想要，就是我很不想输，因为我每次玩游戏我都。好像都是我好像没有赢过，然后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赢。那时候阿飞桑，因为我说我蛮怕气球的，阿飞桑就说他跟小迪一起抱气球，然后我拿，然后最后阿飞桑不，他说他不行了，我说好那就换我，然后我就硬着头皮，然后拿了气球我就抱，然后我说这，然后他拿了很小颗的，因为很小颗的球皮比较没有拉的那么紧绷，所以不好抱，所以我就说这个不要，换这颗，这个不要。换这颗，这个太小，再换这颗。然后一整个在那个一种慌乱中度过，你知道吗？超白痴的那段。然后我们公司的姐姐说，她那天休假，然后晚上在办公的时候，她就是晚上在赶工作，然后她说她看到那一段笑死。晚安啊，小玉。今天那个小晴8点直播，要记得去看哦。怎么？我真的是很好笑哎、欸，我就一直拍掉，不行，这个不
整个很慌乱，好笑啊、哦！谢谢叶兰送的冰淇淋，问题是你的名字怎么长这样啊？太可怕了！安仔安安金佑，谢谢你的掌声鼓励。气球背心特长啊、哦，我有点怕哎、欸，乔大叔。菜场欧巴桑之力爆发，为什么这是菜市场欧巴桑的之力？不是吧？喵安安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2月22号。我听小琴说今天是猫的日子。燕头安安虽败犹荣啊，太可怕了。茉莉安安，狂暴七七。我那他们损我的形象啊，这一整个游戏力爆发，一定要赢的感觉。我没有在做效果，我真的是很认真在玩。阿 K 就今天很幸福是吗？真家喜欢吗？喵喵喵日，对啊，有。也不是性感风的，让去别担心身材，不，因为他好瘦，不一样。有安安形象能吃吗？当然能吃啊。邓肯安安咆哮的小龙安安不入流，说我是游戏王，不，我觉得诗雅比较是游戏王，而且他在的地方都会赢，好羡慕啊。阿 K 也是八点吗？认真吃葱油的七七最漂亮，不要倒乒乓球姿势超好笑，因为我倒不出来，我觉得这个跟身高有关系耶，我真的觉得它跟身高有关系，我那个位置根本就倒很难倒下来，除非我真的就是直接趴在地板上大法师的姿势这样把它摇出来，可是我觉得那这样子我的形象定位会变成综艺，不行，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行到那个地步，安安信伟，所以我觉得慢慢来好不好，慢慢的开放解锁。我要赢韩国，为什么是韩国啦？一开始气球夹不破的、欸、那段真的很好笑，我们自己也在笑，而且是讲的那个声音很白痴。蜜娜绑得很松啊，所以是要绑松一点是不是？了解了。吃虫成就解锁，一辈子难忘，吓死！嗯，疼啊！安安邓肯，莫里斯安安，滴滴噩梦，今天吗 ？Teacher Teacher， 我喜欢这首歌，性感，性感的，我喜欢。希望哪一天我也可以担任这种性感舞蹈的 center， 可是那我可能要先换个发型，我觉得中分还蛮好看的。中分，哇，我适合中分吗？好怪啊、哦！不行，我弄回来好了，对不起。我想要留中分呢，因为。我们太多妹妹头了，我觉得中分还蛮好看的。性感的那已经被占据了，那我可以走一个微性感担当，就怎么样？而且是直播节目，很崩溃，真的没办法，没有选择啊。现在排是吗？有哪些歌？阿贝桑有说哪些歌比较适合？七七跳老师 ，teacher teacher 吗？那我得再去健身一下好了，把我的腿弄好看一点，然后打阴影，这样你们都觉得我很瘦。内侧贴黑胶带，然后在黑幕那边跳，这样看起来才会是瘦的。只要是七七都好看，你们很会讲话呢，走在那边骗。你们讲话这么坏，微性感，微微的性感。我喜欢这个 MV 耶，我觉得有种日式跟韩式的结合。外套那一段拍起来还蛮日式的。我其实这首歌我是去
日本的那个日本的时候听到的，去那个秋叶原的时候，然后有放在那个店家的那个宣传电视上。安安雨过天晴，吃永恒养生，不要你吃都给你吃。萱萱本田人美很可爱，他真的蛮可爱，而且之前那个 Produce 48的时候，他不是有那个，就是他们有个评选是歌唱跟舞蹈嘛，然后是录影片的那一种，唱他们主题曲，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，哎，超厉害的。内部贴胶带母汤，很像毛衣穿，傻眼，不是啊，就是那种黑色胶带，你有看过那种裤袜嘛，就是内侧是就是黑色的，然后你在黑幕那边，你看起来腿就是只有一直线这样。谢谢小晴儿送的掌声鼓励，安安鱼宝，谢谢雨薇送的兵器。有去 AKB Coffee？ 有，我有去，我有去，可是那个照片没有放，自己留着。然后，因为他那个咖啡厅里面，就是低消是一杯咖啡嘛，然后还有送那个，谢谢乾坤送的为你守候玄乾坤，还有那个送那个杯垫，然后是成员们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成员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全部送给小晴了，他很开心，他难道很开心？嗯，有杯垫，因为我们家有五个人，因为还有我哥哥一起去，所以有五个人，然后我们就拿杯垫，我就有五个杯垫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去厕所的那个路那边有很多照片，我拍了，我跟好多合照这样，我还有跟那个娘娘的签名合照，超开心的。拿到垃圾都很开心，那不是垃圾，那个是很珍贵的杯垫，而且因为他有送那个，他不是送，他桌上有放那个一人一个的湿纸巾，那上面写 AKB48 Coffee， 然后我就把那个拿回去给他，通通拿给他。TTP 的咖啡厅，我也想，我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当店长哎，好棒哦！你们如果开咖啡厅，你们会来吗？后来的加一，好老的梗哦，还要加一。想要也有类似的咖啡厅，而且我觉得咖啡厅的制服都好可爱哦，就真的是很可爱的那种制服。晚上好啊，英娜。杜尚婷安安，杯垫很好哎。对啊，杯垫，桃花哥安安。杯垫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详情去问官方。一日店长才是，我如果真的有那个系列的话，如果哪天等我们之后开始稳定了，然后有剧场了，我觉得台哥可以试试看来当 idol， 我们可以教他跳舞，感觉超有趣的。噔噔噔噔噔，谢谢 K 梦送的阳光。噔噔，熊妹昨天才看，熊妹很可爱。我们昨天，她开的时候是我们练习要练习前，然后我们就是边吃饭边看熊妹直播。跟你讲，熊妹她只有直播的时候话才这么多，不然其实她在宿舍她其实是个很安静的人。就是平常在见面，可能是因为她比较害羞，所以没办法。就是跟不熟的人讲那么多话吧，我觉得。小米安安，那滴滴很痛苦，35个杯垫叠成一座塔。没有，你35个，你就是一个一天用一个，就是每个月都会不同的人，你很不错吧？谢谢雨过天晴送的 Love You， 晚上好啊，熊妹加油。熊妹是雨薇，郑雨薇，她也很可爱，然后她也是之前有跟就是。甄选时期有在那个叫什么拍摄 Vidi 杂志的，他很可爱，他长得很 model 脸，他就是现在人会喜欢的那种美型的脸，有点欧阳娜娜的感觉吧，我觉得现在很喜欢欧阳娜娜的那种脸，就是该蓬不用蓬啊，额头也很好看，眼睛大大的。
高铁上很卡，好哦，晚点来，待会见。小丽的杯垫还收着，哎，好好。然后我去那个旁边的就是商店买了一个明信片给小晴，因为我知道她很喜欢朱莉，然后高桥朱莉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明信片给她。我很难过哎，那个不是难过，应该说就是很可惜，因为其实我也蛮喜欢朱莉的。我是哦，谢谢乌尾狐送的麦克风 ，Hello 本木。那时候我很想要，就是去 AKB 的那个曼谷的 festival 的时候，我没有跟朱莉拍到照片，超难过的，我几乎每个人都拍到了，然后我就没有跟朱莉拍到照片。谢谢雨过天晴的杜鹃花，谢谢沉水送的枫叶，好难过，我没有拍照。然后，因为我没有放跟前辈们的照片，是因为我没有，就是没办法联络他们，就是去问说我可不可以放这张照片，因为通常要互相按赞，可能才可以，就是让，就是在那个 Instagram 的那个算那个对话传讯息的地方才会有通知。可是因为没有，所以我想说一定要问过我才放，所以我就没有放。对。等哪天有机会的时候再说。朱莉很可爱。耶、yeah, 都拍到了，我几乎都拍到了，超开心的。耶、yeah! 谢谢雨过天晴送的杜鹃花。冰醉虾安安。我很可爱吗？日华真的吗？肉肉比较可爱。需要国际底的协助，不是不是，是因为我没办法联络。谢谢纯粹送的梁祝音乐盒，现在是开始走一个什么风格？好多这种很酷的那个没有看过的那个礼物。安安呆头猫，我跟蛮多成员拍照哎、欸、，T.S.H 的有跟那个刘念也拍了，然后眼镜担当那个超可爱的。我也拍了，他拔掉眼镜也很好看，他其实可以不用戴眼镜。然后还有毛一家也拍了，都拍了，我觉得他们好可爱哦。谢谢就是幸福分享的直播间，沈莹也拍了，天生戴适合戴眼镜，我觉得我还蛮不适合戴眼镜的，可是我蛮适合戴帽子的。安安好奇，谢谢纯粹送的枫叶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很多帽子，那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就是出去。的话需要穿私服，那时候我就在配衣服，然后小迪就说：“我觉得你很多帽子哎。”我说：“对，我蛮多帽子的。”沈莹跟佳丽是同样的昵称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很多，所以我没有就是特别细问。雷鹏，适合吗？不适合吧，陈恩。月婷说：“放在手机放在抽屉头看。我其实，因为我们高中很严，所以都没办法，就是上课用手机，所以我们是会收在那个盒子里面。谢谢土地公送的音乐盒，都会收到那个盒子里面这样子，老师会没收这样。然后我国中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有手机，我都会偷偷的，就是放在那个书本跟书本中间嘛。”然后时候看小说什么之类的，不要学啊，不要学。你们也试试嘛。谢谢阿嘎送的 Love You。面面相嘛，什么面面？现在是哪个单元了？下一单如果是 River 就厉害了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好帅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听这首歌很那种振奋人心的感觉。而且在他的 MV 拍起来就是很，就是有种，
什么远征的感觉吗？远征到垃圾了，小七啊，不是啊，一定很棒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也想挑战这种舞单，这种舞单。可是我觉得我的舞蹈其实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很担心会成为拖油瓶之类的。阿奇跳舞真的很厉害。小七七眼镜娘直播，好，我去买个好看眼镜再直播。小琴有啊，小琴今天在宿舍。我们上课前两分钟出发去福利社，回来后都二十分钟之后，你这是翘课吧？举光原地有播过 River， 你说举光原地是军中是不是？像有听过这东西？那有没有很像征战的感觉？安安巴萨拉，阿奇很喜欢 River。阿 K 的舞感很好，而且我觉得他对舞蹈的记忆力很快，就很羡慕。美玲到宿舍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你问你姐。瑞拉，谢谢很多表情符号分享了直播间，不过你的表情符号都是比较不愉快的符号，哎，你怎么了？还好吗？安安 fantastic， 等会有看到我跳舞很好吗？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跳得很好吗？因为说实在的，其实我算是舞蹈还蛮不好的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会需要个别被拉出来做练习的。云爵，他们问美玲来了吗？River 开头要喊什么比较好？你们想啊，你们想。其实我一开始在练那个就是勇往直前的时候，因为我其实没有这么开放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走的是一种那个 Yuki 的感觉，所以我希望就是走那种轻柔柔性感的感觉。然后没想到一出来就变这么狂野，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真的很不开放，然后我们老师一直笑我，他说我看起来很尴尬，好烦哦。谢谢信伟分享，哎，傅伟分享的直播间。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，其实真的蛮好笑的，就是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尴尬。手长脚长，回转半径太大，比较吃亏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谢谢合同分享直播间。真的很适合我吗？其实那时候我想说我会当 C 位，其实应该有一半是原因，可能是因为我其实有就是甩过乐器队那个大旗子，所以我可能就是依现况来讲，如果选这首歌的话，应该是会可能会是我的几率比较大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就是一半一半吧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谢谢东旭送的为你守候，美甲甩起来。Max， 哎，你们看到那个灯会那个时候的整首，然后我中间就是喔喔，就最后的喔喔，我有再甩一次吗？你们觉得那个甩起来怎么样？就是甩起来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嘞？就算尴尬，但还是很好，真的吗？谢谢东旭送的枫叶，看起来会很尴尬吗？你们很喘，对啊，其实我们没有表演过整首，然后还要一直就是一直唱歌的，整首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蛮累的，因为之前都跳半首，其实半首也就三分钟，就是快好像三分钟了吧，其实跟一般的整首一样。米露安安，屏东很热，对啊，那天还蛮闷的。晚上好啊。有打到旁边过吗？不好说。没有，你们讲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有打过了，就是不好说打到谁，就是你们自己想。可是就是打到屁股之类的，就是没有打到头的。对，而且一开始常打到的时候是拿雨伞练习。谢谢超哥
送了送你上看板，好可爱。你们制服来得及洗吗？我们制服洗蛮快的，因为我们都是送洗，然后它就会有烘干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们经纪姐姐就是，如果真的是流很多汗，然后会来不及的话，我们会先洗内里，然后外面再去送洗。之前中午会在教务处前面练习吗？我们之前就是入高中的时候，如果要比赛的话，我们其实都是练整天的，就是不管是中午还是放学，有时候假日也会来练习。那时候高中我很黑，我高中超黑的，然后还没刘海。可木易，谢谢你送的礼物，谢谢超哥送的蓝色音乐棒。谢谢卡木伊送的 Love You。 有没有甩肥麦克风过？有耶、欸、我们练习的时候我就甩，然后就飞出去了，我就觉得哇，然后我就说怎么办，而且是我们练习的那种麦克风，然后它直接爆掉，这样啪啪然后爆掉，我就超尴尬。谢谢龙骑士送的杜鹃花，也、很尴尬。谢谢 Blue 柳送的为你守候，谢谢超哥送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金佑送的掌声鼓励，观众被打爆。然后之后我们就把麦克风连起来，就是我们会有自备一个胶带，黑色胶带把它框起来的。没有，那个就是练习用麦克风，所以不用赔偿。谢谢田牛送的阳光，蚕蛹飞出去，为什么还是蚕蛹来夜蓝？对啊。我们而且我们算是无人机后面的表演，所以是非常大的场面嘞，超惊悚的。其实我们不知道场面会这么大，说真的不知道场面会这么大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突然就震惊说，哇塞，这个活动非常的厉害耶，完蛋了，好有压力哦。哪天观众都要小心，不用不用，现在麦克风就是上场是把它黏住，所以会看到工作人员会跟我换麦克风，是因为我麦克风拿不下来，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。就我甩爆两只麦克风过，表情包也很赞，不要啦。今天很凶，哪有？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没有想过是一个这么大的场面。没去说，哇塞，这个太大了吧！哇，好漂亮，哇，这个场地这样。因为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灯会，所以我想说，就是各地区的灯会表演。然后我想说，好，我们怎么会在屏东呢？好远哦。然后就一去就，哇塞，好厉害啊！场地这么大，应该多一点成员。我们已经12个人去啦。艾瑞克灯会那天站最前排好久，不过值得，真的吗？辛苦你们了。听说你们中午就到了，你们都晒红了吧？对啊，全台直播，超开心的。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去彩排过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怎么办，而且我站中间，速度酷，我找不到中间怎么办？然后走，就上场之后发现，哦，地板上贴了总统的标签，好，就站这吧，嘿，放着，鼻子还在红啊！你有没有冰敷啊？要冰敷哦，那个芦荟什么敷一下。谢谢据点据点据点送的杜鹃花，继续当路人是吗？一半直播被卡，因为要有广告啊，麦克风收音有问题，对啊，然后其实我们没有戴耳机，所以有时候唱会有点跟不到拍子，因为我们是听到的是有点，就是怎么讲，会回来的声音。总统位，耶、yeah, ，卡丘，我在总统位。对啊，能跳开场真的超棒的。是化蝶跟拥有大道，不要，我不想要再弄那个蛹了，太可怕了。什么？太坏了吧你？什么七姨选总统？我不行啊，没有这么笨的总统。
谢宝咔咔分享。哦，对啊，这个顺序。可是如果开场的话，真的是勇往直前比较能炒热气氛。之后还有机会吃虫吧，应该吧。可是如果下次是一样的东西的话，我想我会勇敢一点。安安玉人，不行，我不能当总统。Hello， 塞纳和非官方开吃不要啊！你们真是吼，你们不要把勇都改成那个字母汤啊！我会崩溃。看完来得及回家，下次就啊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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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真的是处罚又是这个的话，早点跟我讲，我就拼了命就玩。我跟你讲。直接拼了我的老命，人都可以开始吃，开始说虫虫的感想嘛？吃虫虫的感想，没什么感想，噩梦。不，我觉得那小迪还觉得很好吃，我傻眼。因为我其实我真的很怕虫，我很不喜欢就是虫虫。晚上好啊。我有平常是拼命啊，只是看到虫是惩罚的话，我会拼了我的全力，完全的全力，这样不管形象。虫虫哪里好吃？阿贵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虫虫。之前拍生写真的时候，然后它是一个草地，然后就看到那个路上有虫虫，然后这样子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我这样子笑，然后就这样看。眼睛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帮我拍的那个姐姐说：“嗯，你很怕虫是吗？”我说：“嗯，对啊，而且我很怕它被踩到，然后爆掉。”他就这样子把那拿叶子把它这样子缠起来，然后放旁边，很可怕哎、欸！我就一直看，哎、欸，它就是我很怕它靠近你，我不想，就毛毛虫，毛毛虫。Hello， 汉汉，我没有杀它。我怕，很可怕、欸。不要，我现在不太想要吃蚕豆酥。吃过虫，你们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？不要吃这种东西，有更多很健康的东西可以吃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个？不要啊！体验而已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们不要体验这种事情，对身体不好。很健康，有很多健康的东西可以吃，不要吃这个哟。啊，爆气球的，爆气球的就认真爆气球啊！其实我开始也很怕泡爆气球，可是为了赢，我就已经不顾一切了。这不行，那不行，然后一直超大声的喊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再拿来！”蛋白质，很多有蛋白质的东西，跟有胶质的东西，不要吃那个，太可怕了。嗯，汤啊，排挤虫虫，我没有排挤虫虫，我只是希望它不要再跟我的人生有任何的交集，完全排挤。不要不要虫虫，不行！你们吃都给你们吃。荒野求生吗？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，一定很可怕，一定都是吃虫的东西。不要歧视虫虫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不可以，虫虫危机，卡通的虫虫还能接受，可是那个我不行。我很害怕，好可怕、哦！飞行蟑螂是怎样啊？啊，之前宿舍有蟑螂嘛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发型师那边，我们就聊天，然后聊到这个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怕蟑螂的话，你可以不用用杀虫剂喷它，
你可以去买发胶，然后喷它，它这样它会变很重，然后它就再也飞不起来，所以会比较好打。可是它会提速，这样噗噗噗噗噗，最好飞，最好喷得到啊，很可怕、欸。蚁人呢，我也不喜欢，小迪怕爆，勇气满满，怎样？不要，你们不要再把那个字改掉了。我也都喷酒精啊，蟑螂变香香，喷香水嘛。哦耶哦耶，安安 ，Hello 盛文，喷肥皂水，肥皂水这样很麻烦哎、欸，这样那个会那个滑滑的。宿舍蟑螂都是谁抓的？诗雨，他超勇敢，我会尖叫，不要这样做。不要带虫来找我，你们，我要跟工作人员说，如果有人敢带虫，我就直接离场，我要直接离场。很怕肥皂水，真的假的？你为什么要吃蟑螂啦？哎，你们真的是很节俭，有好吃的东西不吃，要吃蟑螂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都是的。猫会玩蟑螂，它不会玩蟑螂，它会打蟑螂。安安黑哥，那天说不定会外带回家，傻眼。小迪，我买别的东西给你吃，你不要吃那好吗？省钱丢礼物，你们不要，那你们不要丢礼物了，你们吃点健康，吃点卤肉饭啊，控肉饭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三宝饭、便当，什么都好，你不要吃虫。不要，可怕、啊！不要你们哦，你们好恶心哦。嗯，汤啊。不可以，都不行，都不行。我觉得我们要换个话题了。我还没吃晚餐，你们这样降低食欲，我会饿死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羚羊喷走了，谢谢你送的枫叶。月底的，这样今天这周这样算月底吗？明天大家是不是都要补班补课啊？谢谢就是幸福分享的直播间，受一波结石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降低食欲不会饿了，还是会啊，生理跟心理不一样。晚上好啊 ，Vivian。明天模拟考，天哪，加油，考试加油，考试要加油呢。我已经度过了那个需要考试的年代，听起来有点惨烈。噔噔噔噔噔！哇，谢谢萌送的这个花束，叫什么名字？永恒的爱，省一餐。可是我有买，我有买，我有买那个菜，只是还没有吃，还没有煮。今天想吃高丽菜，高丽菜呀、啊，高丽菜，高丽菜，我喜欢吃高丽菜。之前那首歌很红，很喜欢。谢谢北边纯粹送的枫叶，大家难道我们都这么喜欢蒋虫虫？好可怕！明天会去麦卡妹吗？会呀，我会去。安安小佑都爱高丽菜，高丽菜很好吃哎，你们喜欢吃高丽菜吗？我喜欢高丽菜，喜欢吃水莲，喜欢吃空心菜，这三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菜类。水煎包高丽菜的也很好吃。平时不上课都在做什么呢？要看哎、欸，因为最近通告蛮多的，有些上通告，然后会去健身，或者去路边走走晃晃。因为我有时候放假，我就不想一直待在家里，就是很懒散，就是一直躺着滑手机，我不想这样做，可能出去晃晃啊之类的。
因为其实我们放假的时间蛮少的，可能一周一天，或者是甚至是没有，因为我们假日都要练习。骑到虫虫怎么？哎，真讲，我上次买高丽菜真的有看到虫虫，然后我就拿那个什么，就是我就放着，然后把那一段都切掉，只是其实还蛮大段，就把那段切掉，然后拿个袋子把它装起来，封，密封起来，很可怕哎、欸。健康正面，没有这个还蛮正常的吧？抱怨假太少，不会啦，差不多就那样。我不要吃菜，我不要，我不是不是不是不要吃菜，我不要吃那个虫虫。谢谢小张送的为你守候。直播人很多，对啊，因为隔天是假日，不过这礼拜的隔天不是假日。一起下锅炒不要啊，不会怕蚂蚁吧？蚂蚁还好，对，可是很多的蚂蚁我可能没办法接受，不是因为 那一段的虫实在是 太多了，我有点没办法把它洗干净。谢谢萌送的早安，不对，现在是晚上。红火蚁是怎样？不要练习吃这个东西，吃别的。看到七七排除工作压力，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栗子米粉送的为你守候。吃老鼠肉？为什么要吃老鼠肉？蚂蚁上树？你是那个溜溜球吗？蚂蚁上树。小晴来啦，谢谢萌萌的早安。解剖小通我不要啊，什么田鳖开饭什么？谢谢宇维送的为你守候。竹鼠肉，你是华农兄弟吗？母汤哦，竹鼠长得很可爱耶，这么可爱你为什么要吃它？我要选那个不可以吃鼠鼠，是鼠鼠吗？不可以吃竹鼠，不行，要叠字比较可爱，才比较装的那种感觉。溜溜球不对，溜溜球大家都小时候都有玩过吧？我不会，我完全不会用那个溜溜球，很难。我只会这样上下上下，然后有时候还会弄掉。中暑了怎么办？可能会变得很漂亮。对啊，是兔兔啊。可是只能改成叔叔，只会带狗散步，对，我也只会带狗散步。扯铃啊，扯铃也可以，这个我也会，可是不强。哦，冰醉虾不要再洗虫虫了，以前玩过扯铃，扯铃蛮好玩的，可是我不会很厉害那种。大你3岁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现在是19岁吗？大学新鲜人的感觉吗？是团体的成员开心吗？你是说进入 AKB48 Team TP 开心吗？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，是一种完成梦想，梦想开始的感觉。虫虫怕七七七，怕虫虫也是啦。我怕虫虫，他们应该也不想要看到我。很羡慕，真的吗？雪娜，之后我们说不定会招二期生，只是还没有这么快，你也可以来参加。什么那道菜？现在聊什么？现在还在玩溜溜球哇？现在很少人看到溜溜，很少人玩溜溜球了。安安提你，只会推一期吧？你啊，卡丘不一定哦，说不定二期来了，你就会推二期。这种话不能讲那么快，可能还要等很久之后吧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很多，要慢慢一个一个升上来。人手一机，谁来溜溜球？溜手机这样。
手机挂线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啦，因为我们也还没有收到什么通知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应该不会这么快。可是我还蛮希望就是我们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样子蛮有阵仗的。而且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特色，如果可以挖掘新的星星出来，星星那个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的话，也是不错的那种选择，可以开放给更多人完成他们的梦想。推一起就很累了，你只推某某吧你。对啊，一定不会这么快。有淘汰吗？应该不，没有淘汰吧。对啊，还没有那么快啦。怕吃虫也是特色啊，不不不。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个困扰，就是我们现在开始找在团体中的特色，然后因为就是要在团体有无可取代的那个特性，我觉得我好难找出我的无可取代的特性，好难哦。低调的小爱吗？安安。个别角色嘛，气质妈妈傻眼，安安小小尼，圣母光辉，不是吧？暴力特性傻眼，出去，腹黑亚洲好媳妇，什么鬼啊？太好笑了，以后好好说话，我看着你。很出色吗？这什么鬼？不行。宿舍女帝疯了，麦架担当，等柚子回归。对啊，力度不同。你最推猫猫，十年老粉，你跟猫猫已经认识十年了吗？气质美，要等他们慢慢回来啦。对，暴力偶像太夸张了，氪金会骂人担当不行，只推我吗？真的，谢谢萌送的真情告白，你讲这种话好好好好说哦，不可以改哦，我会发现。又只是小弟弟了，为什么？他们很像吗？谢谢宇维送的荧光棒。树鼻妹安安，你是探险活宝里面的树鼻妹吗？只推晴晴，你说小晴吗？今天开几小时？开一个半。稳定战 C 的气场，可是通常因为日本怎么讲？因为 AKB 他们有他们的一些。自己的怎么讲？不是讲穿，不是说传统，就是像台湾，就受很韩国影响，一定会有什么你是这个团的什么担当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，一定要找出这个团的特色。问题是，我们团体这么多人，我要找出我的定位跟不可取代性，真的好难哦。我觉得就好像就只能很红才会有不可取代性。慢慢找，慢慢找，柔君。只推旅行真的吗？那你挂马甲，快点去挂，我看到了，去挂马甲。小晴跟可晴傻眼，烟筒他氪金会骂人是第一个C 担当，不是啊，我不是 C 担当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去观看，我的 Instagram 是 yu7.714，后面是 AKB48TeamTP， 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去追踪，后续会有我们更多的活动，还有发行的 EP，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哦。YouTube 也有我们的勇往直前跟樱花瓣的 MV， 所以请大家多多分享。多拉西蒙，谢谢你追踪。放 IGTV 嘛，应该没有这么快。我很想要做那种就是煮饭的那一种，对，因为一边可以煮给自己吃，然后一边可以拍影片，就是蛮好玩的。现在有人在煮饭，好香啊！
不是啦，就是马甲是就是在直播使用，它是前面的那个称号，炸厨房担当，我哪有炸厨房？直播煮饭不行，那个会那个厨房灯不好。鱼苗在煮吗？应该是诗雨在煮饭。看到数字7就想到，不会，这不是一种病。我常常看到外面打折线写77折，就觉得他在说我吗？蛮开，放得开，哪有你自己听错？看名字就知道我的前三推有飞机哦。有飞机，前三推有飞机，可是这不是，这个不是火箭吗？晚上好啊，眼。打77折会痛，77折谁在说什么？眨眼，安安素比妹，拜拜，快去上课，不要被洗虫虫了，你快走，超生气，下次见。洗虫虫，我没有说滚啊，是天天说的。安安上庭，下首歌听什么好嘞？桃园之光，你们在聊什么？锅我背，天天真假的，他应该已经走了，他去上课了。啊、哦，铁牛母汤、啊，谢谢阿雄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一个点点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。你们这样我要提早关台。有七七看七七，没七七到处当滴滴。今天一小时只推七七，你们在洗床床我就只开一小时。对啊，我是桃园人，早点吃饭不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今天要开一个半左右吧，应该是，看我心情。我是任性的人，马上关。晚上好啊，阿信，阿星，阿星，对，桃园人呐、啊。这句话很熟，为什么？桃园代表，其实雨露也算桃园人吗？很会卡，开一个半，然后延长到2个小时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太久了会饿，我想吃菜。好美丽，好漂亮，好甜美，不是我吧？客家人，可是我是客家人吗？可是我都说台语耶，是这样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吧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。嘤嘤嘤，找找歌曲，哪首歌嘞？哪首歌呢？听中文吗？听中文也可以啦。去看叉叉 box 好啊！不要，我听 perfume。安安，你看不见我，我看到你喽！谢谢雨薇送的掌声鼓励。我是外星人，台湾人。喜欢我的朋友可以那个就是在附近看追踪我，对，我一个礼拜可能会开个2-3次左右吧。谢谢德全送的为你守候安安妮哥，
谢谢之雨送的阳光，谢谢小国风送的枫叶。好好哦，到营区了，三个礼拜后见，拜拜拜拜，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 ，You can do it。KK 柔柔，谢谢你送的枫叶。三月二号演唱会，谢谢你送的枫叶，谢谢 CKC 送的枫叶，谢谢这个空白键送的枫叶，谢谢 GB 送的枫叶，谢谢小国风送的枫叶，谢谢傅伟送的为你守候，谢谢卡木易送的枫叶。码头姑娘很感人，那是故事吗？谢谢 Pokenaka 送的枫叶，谢谢小一追踪。他面色严重吗？我也这么觉得，我自己看也觉得严重。谢谢台台送的枫叶，哇，好卡哦！还愿啊，那时候那个谁，诗雅一直说他很想玩还愿，可是他不敢，可是我也不敢啊。我不敢，我很怕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一定很可怕。不要，不要欺骗我。大家一起玩，不不不不，你们自己玩。完了，还愿到现在很害怕，他已经玩完了嘛。叫小迪玩，不行，小迪应该也不敢玩吧。谢谢 DM 送的。杜鹃花直播也喜欢看反应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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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敢睡觉，我很胆小。温馨感人游戏，你去玩，不要你自己去玩，我不要玩。许下心愿就要还愿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勇往直前，不要还愿。谢谢 C H U N 送的玫瑰。欢迎九十公斤，送什么？不要，我不要玩还愿啦！什么少女养成游戏，你自己去养。Harry， 谢谢你追踪。哎 ，Harry， 谢谢你追踪。谢谢点宝宝送的阳光，谢谢 Pokenanka 送的阳光。谢谢左一送的阳光，谢谢 CKC 送的阳光，哇，谢谢你们的阳光太多了，谢谢猫送的阳光，今天是你的日子耶，猫的日子，谢谢富生送的阳光，你们敢玩吗？我很怕恐怖游戏啊，你们都是男生，都很勇敢，不像我，我超胆小的。噔噔噔噔。我还没看过游戏的解释，可是我实在是不太想去看。谢谢杨太送的玫瑰。安安一凡，剧情不恐怖啊？我不敢，我不敢看。一个爱与冒险游戏，你给我撇！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很容易脑补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不敢，我不敢去看，就不敢去玩这种游戏。我连玩那个 Minecraft 都会被吓到，还有不是会有些，就是你在洞穴里挖矿的时候，不是它会有音效吗？像噔，然后我就被吓到。Minecraft 跟鬼片一样吧。这样子很好玩，对啊，可是我很怕，我会怕被吓到，我真的很容易被吓到。还愿跟小型同行选一个，小型同行，小型同行，我宁愿跟小型同行。安安不离不弃，安安奶糖。我之前玩那个 Minecraft， 几乎都是在那边用创造模式盖房子，因为我很怕被吓。
而且其实我没什么朋友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，好惨啊，没朋友。而且我手机有买了，可是我发现完全没有时间玩，好惨。晚上好啊 ，F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念你名字，只会念 F， 抱歉。我魔跟还愿选一个，我宁愿选张雨林。我们朋友帮 QQ， 真的是 QQ， 反校就是他的前一个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安安逗号，安安巴萨拉。下礼拜就是连假了，大家有没有想好要去哪里玩？左一，谢谢你的枫叶，谢谢博城的枫叶，谢谢小瓜的枫叶。你们连假有想要去哪里玩吗？剧情能染在现实中，我做梦都会梦到这种恐怖的东西。逍遥叹，谢谢你送的阳光。天天在家看机器，你要想想我愿不愿意让你看啊。嗯，超嚣张，我应该会出去，不知道，我还没排事情。不敢玩，来听歌就好。好了好了，我改天听了再跟你们分享。在浪世界浪吧，所以你要去浪是吗？去福寿山看樱花海，哇，日本滑雪，哇塞，大家的太棒了吧！说安安，我骨头都酥了，是炸酥的吗？梦到成员，梦到哪个成员？通常就是你睡梦中梦到某一个人，然后如果是爱情故事的话，你会非常喜欢他；如果是恐怖片的话，你会对他非常的抗拒。会这样吗？会这样吗？会这样吗？这里抢到红包立马回馈，哎，在一分半就可以抢红包了。不让我们看，我们照就看别人喽。嗯，好吧，你们去啊，没关系，去，都去啊。小迪笑声也太大声了吧！啊，今天很好笑。我跟小晴出去，然后我们在。那个我们有一个就是要配私服嘛，然后我就陪小晴去看衣服，结果他就穿那个，等一下我先选一首歌，这首，他就背了一个香蕉的包包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件草莓，都是草莓的衣服，觉得哎这个衣服好可爱哦，然后他就去买，然后那个店员就看他包包是香蕉，看他衣服是草莓，他买的衣服是草莓，他就跟他说你很喜欢水果哦。然后就大概是这样，就是店员就说他很喜欢水果，然后就笑笑就结账就走了。然后我们到另外一家去看哦，结果发现小晴说他的饮料不见，他就买了一杯水果茶不见了，然后就说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想说会不会是放在另外一间店，所以我们最想要去另外一间店找，就想到一件事，我刚帮他拍照，就是他。拍草莓衣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有拍到他的手上有东西，然后结果我们就回去看，然后我就说你去问店员啦，然后他就去问店员说，请问有一杯饮料放在这吗？然后他就说哦，所以是你的哦，他说这是你的水果茶，然后隐约听到他跟他讲说他是水果妹，超可爱的水果妹。谢谢为爱送的阳光，你看全身水果，哎，水果教主，水果妹，超可爱的，拔蜡教主是拔蜡小迪，屈原安安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啊，他觉得超尴尬的。你看我买了草莓衣服，背了香蕉的包包，还被店员发现我喝水果茶，超白痴的水果妹，好好笑哦。谢谢龙骑士送的枫叶，水果奶奶，芭拉迪，谢谢浪客送的枫叶，谢谢好龙骑士送的枫叶，好多 cover， 我很喜欢这个 cover， 喜欢这个声音。安安酷奇，好笑。
不是这个，只是水而已。我不是喝水果，我不是刘小庆。水果妹，水果妹来了，我们的水果妹来了。好白痴啊！所以你等一下在这直播吗？应该是。好哦，水果教主。哎、欸，我很喜欢他们。那他们把名字改成这样，深爱勇往直前的琪琪，那个勇是个勇什么意思？傻眼哎！他们把所有的勇都改成这个勇。傻眼，傻眼，你们傻眼！谢谢萱萱的分享，直播要坏掉了，等一下就看得到了啦。勇往直前，欸、你要不要吃药？你吃饭了没？还没啊，就拿去吃。你都还没吃，我怎么会吃？好，不要开玩笑。好，我等一下去煮。应该不会。你不吃饭吗？我等一下煎煎蛋给你吃、啊。那个节瓜的那个蛋，姐姐要煎蛋给我吃。啊，嗯，好，你看他们刷那个葱。还想不要那个煮粥吃？煮粥吗？可是你有饭吗？我有，我有米。哦，那你直接去买就好了。买粥比较快。可是我有米。好好好，你去煮。好、啊。你可以加蛋。好啊。可是你不是要直播？你是几点直播？八点半，还是八点？八点，他们说八点半，好好笑。他们记错时间。改了，改了，是八点，他是八点直播。谢谢小白目送的阳光，呵呵。对啊，水果酱油吃水果就好了。对啊。谢谢酒窝送的枫叶，那你别吃了。喜欢 banana 还是乙基工？我喜欢。拔啦！解拔啦！我不知道为什么变虫啊！你问他们，他们超坏的，文斌他们都欺负我。谢谢 BB 集团的总裁，还有总经理分享的直播间。你们是什么？你们真的是个集团吗？好可爱哦！谢谢 CKC 送的方便。你来看啊，总裁哦，总经理。加巴辣啦！莲雾比较好吃。那个叫什么？加释迦。释迦。吗？释迦，释迦，释迦不是啊！谢谢平平送的爱心。可是释迦不是莲雾。没有，我只是讲释迦。酸呀。酸呀是什么？芒果。好难听哦。酸呀。加水晶包了。加酸呀。加 MC 不要 ，MC 不能单吃吧？味道很重。321C 荔枝你好啊，日升葱安安假香菜，还好赶上安安浓眉刚下班吗？夹菜爆，夹菜爆啦！琵琶我不会懂的懂。这首歌送给七七。好哦。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なんて言えないんです。太长了，我听不懂了，我听懂一点。没关系，你不需要听懂，大家听得懂就好。好吧。香菜汤，以为香菜以香菜为主的，味道太重了吧？加莲雾啦，加教主汤。大家去查歌词。水梨，安安 ，B B， 加七七，加七七，傻眼。就当吃蔬菜，自己的习惯哇。我都吃空心菜，空心菜好吃，好吃。空心菜，空心菜，空心菜，对，空心菜。加菠萝油，什么？好好笑，七七安安。加紫圆啦。对不起，我冷掉了，对不起。耳机加安安。蛋炒 MC， 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有蛋炒 MC 炒蛋吧 ？MC 炒蛋，蛋炒 MC 是这样，主菜是 MC 就是了，蛋是不知道。紫文啦，谢谢送的阳光，谢谢阳台送的阳光。哎，冷安安，阿潘三千，对啊，要给他香菜，他是不是要吃香菜？真假的？听说。谢谢耳机奖送的那个啾啾啾啾你哦。黑暗料理好可怕，加口哈噜不要，会吐出来。当儿，你知道什么叫当儿吗？不知道。
就是一个莴苣，我当然是莴苣吗？莴苣，谢谢耳机奖送的蜂蜜柠檬。莴苣旁边是教主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是阳光抢完，抢完刚好77个，耶、yeah! ！给你一个掌声。So you， 谢谢你的阳光。这怎么念？莴苣啊，当欧，当欧，当欧。叫做我爱你啊，不一样，然后跟过去不一样吗？不是一样吗？你吃过九层塔炒蛋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吃过九层塔，好吃哎、欸！你说林觉做的吗？林觉有做吗？口哈鲁好吃，不好吃？口哈鲁好吃，你吃过吗？不好吃，我是口，他是假巴莹莹，我阿伯假巴，一个人吃掉好几包，真的假的？啊、我叫阿伯，阿伯对阿伯假巴阿伯。还没的意思，假臭臭，安安林哥，假小迪，假小迪，假的，不吃虫虫，假菜包能，菜包能也蛮好吃，而且是要辣的菜包能，很好吃。这里好像这里有很多成员，对啊，就一个有四个人，哦，这里有四个人。九层塔吃多会让皮肤变黑，真的假的？我那方法不能吃。他说的，张 FF 他说的，他说他不想要再变黑。也在 ，Mina 不在啦 ，Mina 在吗？啊？我好像听到什么。假 Pocky， 业障重都是假的。中奖 ，Mina 在哪？Mina 晚上好 ，Mina，、啊、我不知道，不要再消费 Mina 了。Hello， 这里有四个人，谢谢。哦、，Mina 他们就是 Mina 跟品涵要去那个香港了，你们知道他们要去香港了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脑海老鱼餐，老鱼餐，觉得很像。仓鼠 QQ Ken 讲安安，我是超啊不是，很长哦，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抓，差不多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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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衣服我也喜欢，好可爱，我也喜欢，那种长不长短不短的很好看，很显瘦，安安你好漂亮，全团 Mina 了。为什么香港成员没有去？因为这次是主要是爱嘎子，对爱嘎子，因为爱嘎子本来就是品涵跟Mina， 对他们之前在逃，就是在那个中和环球吧，应该是忘记那叫什么的那个地方，就是百货公司有表演过，所以就是这次也是会是他们两个为主。对，拜拜，快去吃饭吧，无尾狐。这次是主打爱嘎子 friends。刘甜甜安安，你是桃园人吗？安安，刘甜甜。七七会粤语吗？不会。有啊，你刚刚不是讲了？就是那个，就会啊，也是不会、啊。老刘成没啦。Sandeke 啊。我只会老刘成跟 Sandeke。云卷吗？云卷回来了，他去吃水煎包。没有了。我要找我朋友玩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水果妹找啦，看来我不是他朋友。耳朵会痛，我不要，我不想消费 Mina。米蕾呢？应该也在了。牛排，谢谢你的为你守候。教主经常前后风格差很多啊，他就很吵啊。谢谢金沙公主的豆芽送的阳光，谢谢。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托莫特吉。帮我 QQ， 真的 QQ， 安安下课。叫做人来疯，好、啊，真的是，但有他的地方都很欢乐啦，增添一点那个宿舍的欢乐气氛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萌选择死亡，为什么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太老的歌了。
吵得很可爱。对啊，可是他这样蛮辛苦，他想要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们都会说他今天很怪。他其实平常也是很安静的，好不好？有时候啦，不多。安安乐乐，亲爱的安安。肉肉，肉来了，肉肉来了。至于愚人吗？有点。赞叹叽叽。睡觉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是安静的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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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镜头就不一样了。教主安静，你会怕？为什么？短发的七七，嗨！结果教主又回来了，还吃橘子，不在了啦，现在又在了。吃坏肚子才会安静。我今天很安静。他说他今天很安静。晴天雨天安安，因为我有病。这不是我说的。第二是去拿橘子，差不多吧。我去找朋友、啊。七七巧克力，哦，他去找朋友来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他还没来？他在路上。哦，在路上了。是他自己演播八点吗？对、啊。安安花生糖，安安相遇，找情报加一。你的鼻涕也太多了吧！我出去。你出去洗鼻涕再进来。对啊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。他出去擤鼻涕，因为最近温差蛮大，所以其实有点感冒。太大声了啦！大家都听到了。糖等于虫的台语哈是吗？不要，我不喜欢虫。怕爆安安那花生糖，今天起床喉咙很痛，可以喝一点姜茶暖身体，保重。可以神推教主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为什么不行 ？Kunio fan， 教主保重。空气真清新。这几天失眠，你都没开台，我现在开了啊。礼拜天我也会开，喝蜂蜜水会有助眠吗？你看，是很大声的，这真的蛮大声。为什么我要听这首歌？因为刚好播。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衣服太荧光了，我可能撑不起来。你可能是另外一个打歌服。好，好吧。可是拍起来很欢乐，这个衣服。宿舍热水都自己煮吗？嗯，热水吗？他说。对。哪一个热水？洗澡的还是？洗澡可以煮上洗多煮多久？不是哦，是热水。安安的，上次你有去那个灯会对不对？安安微尘。加巴加。加巴加。加巴加要变冷了。对啊，这几天会变冷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多穿一点。你也是、啊。戴口罩。啊！不穿。有些人家以为我要穿，你不要剪裁。他穿短裤。刚好啊。好好，刚好。因为我不想穿花裤啊，等下那么有脚。可是你又看不那个很暖。你坐在这又不会看到花裤。他们会讲。那算了。好，等一下盖被被。好，盖被被，被认出来。就你不就是平常有说你是泽，卡是想试试卡拉 OK， 应该不行吧？配信，应该是不行吧？去换花裤，要再过一阵子吧，请期待，以后有机会。粉红睡裤，大家都很怀念的粉红睡裤，谢谢又美的追踪，他说不要，我还有一个蓝色的，然后是雪花。那你为什么不穿蓝色？因为在香港。哦，那有奖跟没奖一样啊。
花裤很可爱，花裤有没有在洗？有啦，我们洗衣机很棒，因为它有烘干的功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其实排队排很久。你说洗衣服嗎？洗衣服，对啊，我是去洗。好，你去洗。你去洗啊！你为什么不去洗？你个乖乖的。啊，好潮酷。下雨一年下一次，一次下一年。花裤比本人红。推荐教主跳 No Way Man， 他会啊，只是没有那么熟而已。No Way Man 啊。对，我还没。就是没有很，就是有些会啊。他现在旁边跳加把加，直播要认真，不然会进。而且我们直播其实都是聊天为主，没有什么唱歌之类的。他说以后有机会，就是你要听说，只是要等很以后吧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。等我们拿到 AKB48TV 麦克风的时候。我们就可以唱歌，不要理他，抱歉，没有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他真的，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。安安刚进来的朋友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去追踪 YU7.714 Sandy K， 你要打喷嚏对不对？太大声了，小黎在吃橘子，水果妹。两个水果妹，两个香港的水果妹。你是芭乐妹对不对？我是香蕉妹。你今天为什么绑两边？直播。啊，你这么绑多绑吗？看起来是你。好来。我很想好好的直播，可是他们都在毁坏我的直播间。他在讲什么？他们在吃橘子，然后在我旁边跳舞，傻眼。实体麦克风吗？不知道，听说可能会有，但是也不确定。对，都可以唱歌，真的假的？谢谢牛排送的麦克风，所以要看啦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那个通知，对，所以还要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吧。夹橘子啦，夹干嘛啦？谢谢花生糖送的杜鹃花。怎么办？你没有听到吗？授权证明可能吧，不知道。这就是我的日常，因为我的窗户在阳台那里哦。好，我来讲一下排名咯，差不多要关了，我好饿。这是我的日常，好好笑，好好笑啊。活泼啊，活泼！我来讲今天的排名喽，29分了。第10名是平平 ，Thank you， 平平。第9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8名是牛排，谢谢牛排。第7名是土地公，谢谢土地公。第6名是纯水，谢谢纯水。第5名是北原神推，谢谢北原神推。第4名是无尾狐，谢谢无尾狐。第3名是耳机奖，谢谢耳机奖。第2名是公大，谢谢公大。第1名是萌，谢谢萌。谢谢今天来看我的朋友们。下次直播时间应该是在礼拜天的晚上。对，谢谢电送的拜拜，再见撒尤那拉。叮叮，对，原来日是是9点还是10点？好像有改时间，因为我们晚上还有一个行程，所以我好像会改时间。等我确定的时候再放到就是 IG 的限时动态跟大家讲，大概就是9点10点的时间。
晚安啦，不想说再见。那你不要说，我说再见。外面好嗨，真的，我傻眼啊，我的人生。晚安啦。好，时间会打对，我会努力打对。想要进到赖是他们私人的赖群，可以到这次去找蒙。对，哎，跳左跳左，我也不会跳。穿短裤去外面洗衣服，好了，拜拜，我去吃晚餐了。再见，大家要去吃饭哦，拜拜。